咦，又有一啲就嗰说什么陈思依捻呆残啊，你听不懂啊，你听不懂就是啲问题啊，你说什么英文呢？陈思依根就是个 liar， 你懂不懂中文 ？liar 就是说谎的人，你不懂中文吗？你中文那么差吗？五毛，哥来这边，你知不知道每一次有五毛出现，就证明你们是白痴，你们想分裂祖国啊？是不是你说广东话有问题？是不是想把广东省从祖国分裂出来？你这个一毛，你就是走狗，你用英文，你滚去你的美国，滚去你的英国，你他妈的！你知不知道每一次你出现，我就很多氪金，好捻多人啊！观众一见到啲五毛出现，就货金俾我。你看，我现在会收到很多钱啊！你不相信，你留在这里看啊！你这个用英文嘅走狗，啊，美国嘅走狗，你哪个喜欢英文？你走去美国，还要签错字，英语你写错，你妈的逼！啊，是不是你啲毛线的逼几人屌得太厉害啊？嗯，这个美国嘅 YouTube， 你走在美国嘅 YouTube 留言，妈的，臭逼！Liar 是 L-I-A-R， 不是 L-I-E-R， 你知不知道？嗯，你看那么多氪金啊，啊，好了，今日回归正传，今日讲翻，咁啊，多谢所有超级留言啦，咁啊就讲翻呢个咁嘅即系飞猎亲王，咁好了。